摄影机旁边那位。保洁好，大家好。欢迎摄影机旁边那位。保洁好，大家好。他就喜欢吃科学面，为什么？因为科学面里面有含粉。关键时刻。新闻外向内幕追击，关键时刻，我是主任刘宝杰。今天节目相当的精彩，马上介绍我们的来宾马希平，欢迎第一位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欢迎彭华干，第二位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欢迎左边那位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欢迎右边那位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欢迎摄影机旁边那位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欢迎摄影机旁边那位。宝杰好，大家好。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今天我们的节目相当的精彩，所以要提到最近非常火红的话题，就是2020的总统大选，我们要来讨论这件事情。希平兄，好的，宝杰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。这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。没错，宝杰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研究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就是我们高雄市长韩国瑜其实是外星人。王太兄，你知道怎么模仿费玉清吗？怎么模仿呢？请起立，我教你。你现在感觉费怎么样？好像淤青了。所以他费淤青了。费淤青。但我会模仿了。 I got you, I got you, I got you。 没错，费玉清就是要这样子模仿。那么接下来我要继续讲这个了。所以韩国瑜现在在树上是要找小鸟吗？没错，他们用神秘的小鸟来飞鸽传书回他们的星球。那他后来有找到小鸟吗？宝杰，我告诉你，他没有找到小鸟。为什么？因为巢被吹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相当的失望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是，华干兄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们讲太久，我肚子有点饿，所以吃了一包科学面。宝杰，我告诉你，其实韩国瑜这么刚好的，他就喜欢吃科学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科学面里面有含粉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，科学面里面有含粉。没错。 I got you, I got you, I got you。 是的，谢谢谢平兄。哇，所以由此可知啊，韩国瑜他真的是外星人耶。好了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最近非常火红就是狼人杀。宝杰，我告诉你，大家都以为狼人杀是源自于苏联的一款警匪心理游戏，但根据我多年的观察，它其实是来自于神秘的古埃及文明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可以看到荧幕上方这一位埃及的神明叫阿努比斯神，他是一个狼头人身。哦，狼头啊！所以我们的狼人杀就是源自于这个狼人阿努比斯神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那华干你怎么看？没有错，但是大家可能还不了解，所以我们现场来示范一下简易版的狼人杀。好，现在大家抽一张牌来，抽一张。我抽中间，来我旁边。好，我们坐定，先看一下到底我们拿到了什么样的牌。宝杰，天黑请闭眼，女狼人现身请睁眼，请选择你要杀的对象，请选择你要杀的对象。我要杀的对象，我要杀的还有谁啊？这么多年来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要杀的只有蛇啦！黑蛇白蛇，来，天黑请闭眼，黑蛇白蛇请闭眼，嘎嘎嘎嘎嘎嘎。
在关键时刻，我们下次见。成哥怎么看？来了，怎么看？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，他们这个整个节奏上来讲，算是快 ，OK， 所以很快，完整性还可以，完整性还可以。那个狼人杀，那个是唯独我看易烊杀蛇哦，他出现了最好的一次。我老实讲，他有惊喜，没有杀的恰到好处。因为我真的觉得，你知道我想杀谁？老实讲，我没有想到他又要杀蛇，我以为他不敢再拿出来，就他还是拿出来。他永远敢，那关键字有杀，我们就知道会有蛇。对啊，真的吗？所以我是觉得有惊喜。单单我们节目就里面就杀六十几次。好，到底这个节目有变得好笑吗？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哎呦喂，二四六八，还有够，我要讲一下，我其实个人觉得他蛮好笑的，对，但我纯粹想看他们被惩罚。